我到了。不然就只能选，不然就只能用自杀流了。好，我现在机械手臂了 ，OK。然后你就选按机，你就选按那个机械手臂那个，我不知道你是射什么箭，那就可以勾。哦，我看到了 ，OK。然后我们要勾哪里？勾右上角，看到对。你看大家都往这边勾。你选了之后，你要按 G 哦，就是你要选到对的那个技能。我看一下你画面哦。他现在在楼那个。哦，你家 CD 啊、哦。嗯。OK。勾到你了，乱讲。哎，对，哎，那记得你就要回体力哦，我看你在爬。好难。哎、okay ，然后爬到哪里啊？最上面。要爬到最上面。对。刚刚都这样子爬的吗？对，我都这样爬、啊。你可以跳出来，然后再勾一下，然后再站到这个上面，然后又回体力。你可以跳两下出来之后再勾。哎、欸，对。欸我知道有一个人已经到终点了，也赶要赶紧的。没有关系，我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，还没超越、那個。你昨晚你还没到那条线是不是？我怎么越跳越下面？OK， 到最上面了。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最难的、啊，因为它是最高。基本上爬到这边后面就很简单。还你，加直接。好，你直接传我好了。你知道怎么传我吗？你点右边那个旗子。右边那个旗子，右边。然后你是队长对不对？然后你会发现队伍对不对？右边的旗子。为什么你没有队伍选单？躲避啊！另外一个已经在那个中间等他、啊。我现在正在讲解我们这一次最新2.0版本维拉时空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他的那个枪吧。TV。啊，算了。我重开一个组队邀你啊。啊哈，那我好像一直越跳越下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、欸，他组队怎么不见了？啊！你点那个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还没有旗子啊？他怎么没有队伍、啊？你可以退组吗？可以退组吗？因为他现在是队长，比较麻烦。按 T 啊、哦，哦，按 T 应该就有了，对。T 没反应。